彰化县警察局何必分局为了加强金融机构安全维护，提升环境认定的反应，加训练哪只微博的机动性，特别跟何必龙会合作举办防抢甲哪只微博演练。虽然警方事先已经伫龙会门口打上公告，但是毕竟的演练过程也是予民众惊一跳。巡回将车辆挡伫咧门口了后，马上也两支枪冲入去龙会内底化抢劫。枪火枪了了后，马上为门口出去，但却伫现场留下一支枪。这个演练过程虽然警方已经事先预告，但毕竟的过程也是予民众惊到唔知要安怎。吓啊！我吓一跳。啊？我不知道。有神经的哦。对。咱何必分局吼啊，伫咱做分局长哦，会辛苦吼啊，特别吼办了一个今仔。安全的防抢演练，吼、哦、啊！伫咧咱过年的前夕，吼啊，办恁即个防抢演练，吼啊，即个演练，互咱即个行员，以及咱警察同仁，吼、哦，各个小实施，吼、哦，咱若有拄到紧急状况，要安怎来处置，吼、哦、啊，嘛是咱即警察同仁非常辛苦，啊，伫咧即防抢演练当中的，啊，已经讲做好了真正的安全防护措施，吼、哦、啊，预防啊，待歹人啊，有机可乘。哦，所以咱警察同仁啊，在过年前夕这期间嘛非常辛苦，啊，保护咱遮存款吼，吼、哦，领钱存款出入安全吼。河滨分局副分局长郑国伟表示，即个防抢甲拿这微博勤务演练的主要目的是提醒金融业者，平常时应该提高警觉，强化环境对抢案的执行应对能力，同时宣示警方维护金融机构防抢的决心。本分局为了加强金融机构的安全维护，那以及要提升我们员警的临场反应，还有训练拦截围捕的机动力，那我们特别商请和媒镇农会的信用部来配合举办防抢及拦截围捕的演练。那我们这个演练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提醒金融机构，就要平时就要提高警觉，哦，以及。让我们的员警对于金融机构防抢啊有一个应应的一个能力。春节即要到了，民众必须特别小心防抢、防偷窃。假使提领大笔现金的需求，会当向就近的警察机关申请互查的服务，或者是请会当信任的朋友陪同，避免成为歹徒的目标。新中华新闻李明宏何必采访报道。